大家好，歡迎收睇今節嘅天氣節目，我係岑奕林。受到強烈東北季候風嘅影響啊，我哋今日嘅天氣都比前兩日嚟得比較涼啊。由大範圍嘅衛星雲圖，我哋可以見到一個廣闊嘅雲帶，而家正係覆蓋住華南。而由於天色唔係咁好啊，係今日晏晝喺維港望出去，我哋都見到比較多雲啊。受到強烈東北季候風嘅影響，我哋今日嘅氣温普遍嚟講都比琴日低5至6度左右，而新界有啲地方更比琴日低9至11度。而喺電腦預報圖，我哋可以見到強烈東北季候風會繼續為我哋帶嚟一啲藍藍綠綠嘅冷空氣，所以嚟緊一兩日都比較涼啊。至於今晚去到聽日，詳細嘅天氣預測會係多雲有幾陣雨。聽朝天氣相當清涼，市區氣温介乎14至17度，新界會再低2至3度。而風方面係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而至於展望方面，我哋預期星期五嘅天氣依然相當清涼，而去到週末期間，由於東北季候風會稍為緩和，氣温就會進一步回升㗎啦。嚟緊一兩日天氣依然都比較凍啊，所以大家就要注意保温，亦都要多啲關心身邊嘅長者同埋有需要嘅人士啦。多謝大家收睇今節嘅天氣，再見。